将水浆稀释一下。我们第一遍是不怎么画重色的啊。就是在它未干的时候。然后加上去。啊，近处我们应该适当的再给它加重一点。那我们现在目的啊，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个日落的这个地方给它倒影的感觉给它找一找。可以这一片乌云看着好像也有个倒影对吧。现在这一块我们再给它找一个更重的颜色再压住，因为这个沙滩已经是非常的暗，已经是太阳落山了，代表它这个还是能看到一些细节。现在感觉好像它很黑，但它干一点之后它就不会很黑。好，我们现在画这个远山。